不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们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，不知道造多少业，消不掉啊！啊，只有念佛能消掉。啊，那个佛念一声佛号，用真诚心去念，用恭敬心去念，用一心求生净土的心去念，真的消业障、消罪业，比什么都快速啊！而且念到一段时期之后，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啊，这个时候信心就十足了。啊，身体在这个世间也要帮助别人，但是随缘不攀缘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有缘分有机会我就做，没有机会别去找。啊，去找就错了，啊，碰到了我应当做，应当帮忙。啊，没有碰到别去找。啊，这一点重要，心永远是定的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遵守佛陀的教诲，啊，这个时候要修五戒十善，六合四摄，啊，修这些法门。这些法门都是处事待人必须要有的好态度啊，这是弥陀弟子啊，佛弟子里面弥陀弟子最尊贵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一切诸佛如来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，光中极尊。你看，对阿弥陀佛这样尊敬，那是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就会被一切诸佛也会尊重的。哎呦，这是弥陀弟子，这不是普通人，这沾了弥陀的光啊！啊，走到任何地方啊，天神鬼神都尊敬你，都护持你，你是真正弥陀弟子啊！如果你是假的，那鬼神天神瞧不起你啊！是真的，他真对你恭敬啊，真对你护持，所以消业障不知不觉的业障消掉了。为什么？功夫成熟了，我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里头什么业障都没有，什么罪孽都没有。啊，就念佛人嘛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。